可能不能跟你晚上上课了，我又有课了。哎呀，我想啊，我还想白嫖学英语呢。哎呀，等我上完这几节，我再跟你上啊。没关系，没关系。嗯。去练瑜伽去了。这个是数字，是什么？嗯，对，数字。这个是数字，这个意思。翻译。举例子，我们会叫例子还是例如？例子会叫例子，嗯，这个，对，例子，是 grandmother，就是奶奶，奶奶和老，什么 grandmother on 我奶奶或者姥姥，姥姥。对，她其实就是祖母，对吧？祖母、外祖母。这是一个是你父亲的母亲，然后一个你母亲的母亲。对，这里就是奶奶，就是祖母的意思，姥姥就是外祖母的意思，这个你知道？我知道，嗯。我听过了，但是其实好久没用过了。你和姥姥就是到是吗？土道，到。这个为了是不是也是这个土？为，对，应该是当 for what for 是为，哦，啊，对，for 是为啊，对，嗯，last 最后，嗯，最后或者比如说 the meeting last 3 hours last 是，结束吗？不是结束啊，给我再。然后在 last 这个，比如说的会议3个小时的会议，等我一下，然后再。
末尾，舰长是吗？舰什长，么？舰长。家长，待遇长，继续，继续。啊，等等家长不是人吗？孩子的爸爸妈妈叫家长。啤酒不是，哦，很久吗？那就是。按时间，等我一下，动词。动词，延续、持续、继续。延续，延续什么？嗯，继续，对，延续。我以为继续是比如说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们说继续，continue。对，这个是，继续，对，或者会议一直在持续，你是想说这意思？对，一直在什么？在持续，会议一这直在持续。是哪个字？持，坚持的持，持，不是直，对，持续。持续，这对，第一个。就是，对，这个是，这个意思。检查这个。对，它这都是最后，连续，第对吧？就四是个就不一样，连last 续。time he had a mad on, it lasts 4 days，连续几天没消息，连续是吗？对，有，对，有这个，对，连续几天没消气。连续这同事几？煮酒持久的，也可以有这个。这个，the meeting last 3 hours，会议持续，持续，是吗？是这个意思，是吗？对，可以持续，这个只是和
或者你刚才说是哪个字？持久？没关系，不是吧？American 美国，嗯。或者美国人，English 英嗯，国。或者英国人嗯，那个 American 不是 America 是美国，不是没有那个 N 才是美国了。但是那些国家，比如说美国，比如说美国产品有没有这个词？啊，是吗？有，美国产品是从美国来的产品。嗯，样品，learn 就是学对，学，，loves 爱嗯。，hello 是你，喂，Hello，Hello 是什么？你变化的，好。第四个是哦，Hello，喂。我电话。喂，什么？但是我平时听他们说"喂"不是"对，喂，喂"，"喂"不对。是"喂"，但是为什么这个？但是，啊，对，它实际呢，它是读喂，比如说喂饭，对吧？喂小朋友吃饭，对吧？但是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喂。对，就会疑问的那种语气，二声，对，喂。喂，就是你好。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说嗨？嗯，喂最常用，这个喂最常用。对，speak 其实，你说吧。嗯。哦，我说其实它这个胃也就一个声音，就是四声，但是就是人们读的时候会读二声，说喂，对，是这样，嗯。Speak，连谈，嗯。talk 也是谈，say 说，tell 是，tell 也是说，want 想嗯，对，行。，introduce 介绍。嗯。call 是打电话，打或者来电话的电话。Again 再来，再或者再，就是应再该是说第二个在吧？对，第二个在。这那嗯，个 that 那个。Here 是这儿，这，嗯，这里或者这，欢迎对。，take 就是拿或者画时间的画签，message 短信。leave 离开嗯，，spell 拼写是吧？拼写这个吗？对，拼写，拼写拼写，拼写拼写，对，第一个，嗯。拼写，等我一下，我查一下。应该是拼写，
比如说你能拼写你的名字，有没有这个？你能拼写你的名字？一般我们就说你能写你的名字吗？对，可能在这个英文中的话，它会是拼写对。的拼，把它给拼出来。但是这个中文我们就是说写，对，你能写你的名字吗？但是这里，这个 spell，比如说是那个电话号码，对吧？我们也是说你能拼写出来吗？你能写出来，对吧？你要是那种名字的话，就是拼写，在英文中的话就是拼写。比如说这个，grandma 的我，我奶奶。今年70岁，你翻译吧。My grandmother，is 70 years old this year。没有这些，哦，没有这些。因为是文化吧，是文化的原因啊。我们就是这年今年，但是外国人他们不会说今年，因为现在时这个 is 就知道现在了。比如过去的话 was 是吗？对，was。比如说他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是，17，他没了，他死了，然后我们 say she was 是吗？对。不用加这个今年。你姥姥还好吗？你翻译吧。还好吗？还好吗？要是你还好吗？是 How are you？对，你姥姥？How are your grandmother？how is？哦，对，How is your grandmother？对，grandmother 再来。啊，grandmother。对，how is your grandmother？to 就是到或者，给我，你翻译吧。To me, 给 to 我 give me, give it to me，给什么 give it to it？me,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给我，还给我，拿给我，还给我，哦，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是 return it to me，或者 give it back to me。对，give it back to me，还给我，back 就是回，对，还给我，给我，还给我，把这个给他，叫给他什么？对，把这个交给他。叫这个叫什么？对，翻译吧。那这个是 send it to me。Send it to him。send it to him，是吗？对，所以这个，到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给，这个为也和也有时候给，
哦。有时候也用改啊，在那字面到啊，比如说三点到5点。From 3 o'clock to 5 o'clock。对，中午，这个，比如他说这个，我们也可以这么说。For 就是为了我，For me。为了我，为我还是为了我？为了我也行，为了我都行，这个，为我，比如说比如说，我姥姥为我买个手机。这里一般我们说我姥姥给我。给我。给我买了个，对，我姥姥给我买了个手机，对，更好，对，说给我更好，对，我姥姥给我买了个手机，买了，对，买了个手机。那这个也是，给也是给，你翻译吧。那 my grandmother bought 是已经买了吗？bought a phone for me. Bought。不能这么说。Bought me a new phone，不能，不能这个你举例子吧。举例子，我妈妈为我做了很多事情，这样可以吗？我姥姥，因为我刚才，姥姥为我姥我姥，做了做了很多事情。事情。My grandmother, heads 和 do 不能一块儿用了。My grandmother 做了，did。did a lot of things for me. 为我，Did. 那为了我，有区别吗？为了我姥姥为，你看第一句话呢，我们就得说，我姥姥为我做了很多事情。你要是说为了我姥，这个有的时候也用这个为了我，他这个为了我和这个为我呀，没什么区别，就是有的时候呢用为我通顺。有的时候呢，用为了我通顺。你像我们说的这句话，就是为我通顺。你要说我姥姥为了我做了很多事情也行。为了你，我已经做了很多事，能不能这么说？为了可你，以。我已经做了很多事，你翻译吧。I already did a lot of things for you. 对。
你这么做，你只为了自己，能不能？You only 可以。You only for yourself. You only for you. 你做，你那么做，你那么做，只为了自己。那是 you did it 对，you did it。for yourself. 对，you did it for yourself。为了给。那要是给的话，就是这些糖给你，these candies for you。对，啊，这个是给你，是给你的，这个是给你的this is for you。，this is for you，对，last 第一个就是最后，最后就是，我会。最后，比如说，昨夜，昨晚，对，也可昨以晚，说昨夜，那就是 last night，是吧？昨天。这个昨晚，my last。这是我最后天。这个是啥？这是我对，最后天。对吧？我明天回越南。那你得说，这是我最后一天最后在哪儿？对，这一是我最天。后一天在，比如说越南，在中国，对吧？对，在越南可以。在是哪个在在？美那个国，在。在对，美国第的，二个。因为是因为我们下面有美国，对，这是我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是 last day。This is my last day in America。last day。last day。对，没有这个 G 读出来，没有。Last day, this is my last day in America。最后，last minute, last，这是你的最后机会。对，这个可以。This is your last choice，是 Chance，Chance，几？什么？这个不是 joy，chance。就 chance，chance，对，机会 对，This ，chance，is your last 可以 chance。是吗？可以用这个。对对，可以，This is your last chance，chance。机会。我最后见他是2年前。有没有这个说法？可以，对，我最后见他是2年前，那是 I last meet Met，him，过去了。met，I last 对，met him 2 years ago。2 years ago，过去式，所以是 met，I last met him，这里有 is，还加 is。加什么？还加 is，不是没有，I last met him，这个 met 就是动词了，没有这个意思。I last met him。last
write him. 2 years ago. 或者这个 last 做最后，或者上字这个，对，上次。也可以，上次会议的时间很长。Last meeting，上次会议的时间很长，is too long。Last meeting the time is too long。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对呢？The last meeting 或者 lasts really long. Lasts the last meeting The last meeting，last，lasted 呀，这个继续这个词。Really long，不是 last，比如说 3 hours，不能做，上次最后，正式会议的时间是，长的，这样，比如说很这个长的，就是三个 very 小时。long。上次会议的时间，3个小时。能不能这么说？上次会议的时间，持续了3个小时。对。The last meeting last 持续了，对 last 3 hours 这样。3 hours，The last meeting lasted 3 hours，或者说，会议实际会议持续了几个小时。7 几个哦，小时？几个小时，你翻译吧。几个，那是how many times？How many hours？对对对，How many 小时，times？对，对，How many times？how many hours？持续了 how many hours？Last the meeting。How long，或者我说 How long did the meeting last？对，这个我写一下。How How long？long did the meeting last？我讲How long？多久？会议不要还会议好会了，花几个小时，多长时间？应该多长时间多长时？How 间？long？这是会议继续了多长时间？有没有这个问法？会议持续了多长时间？有。对。然后这个会议会花吧，花费的花，是吧？可以，会议会议会持续。花多长时间？有没有这个说法？平时他们会不会这么说？会说会议，我想会议会花多长时间？但是第五个更常用，会议持续了多长时间？但或是，者会，你说吧。或者是会议开了多长时间？
会议会花多长但时间是，也有，比如说明天才有这个会议，我想问一下啊，大概有这个会议大概有多大概多会长？花多长时间？那你们怎么问？怎么问？明天的会就花？是，明天的会议啊，就是问会议，这个会议开多长时间？这个会议有多长时间？对，这个会议会花也行啊，会花多长时间也可以，他们不常说，是吗？也可以，或者把会花改成有，这俩都行，但是这个都绘可以。画不常说，是吗？我感觉会花不是很常说，就是这个会议会有多长时间？或者开多长有，时间？对，开多长时间？对，你要说会花，肯定也能听懂，肯定可以听懂。对，就是感觉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吧。一般的话就是，对，这个会议有多长时间？开多长时间？对。但是怎么能知道这个会议不是将来的会议，怎么知道不是是将过来的去，会议？是将来的会议。那你就可以说，明天的会议，明天的会议开多长时间？比如说是哪天，对，哪一号，对，或者是这个，周六的会议，对吧？开多长时间？花多长时间？对，这样。比如说明天、后天的会议有多长时间？要多少？明天的会议有多长时间？对，是这样。How long will the meeting last? How long will this meeting last?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个现在在开始在。开的会议，这个会议，开多长时间？哦，那这个是how long did 吗？不是这，how 现 long 在还 have？是继续的。比如说，从8点开始，现在是9点了。你问你的同事，这个会议，哦，这个会议开多长时间？那就是。How long? Is the meeting last? Does the meeting lasted? How long will 会，Will. does 就是现在时，然后用来说这个永远的事情。比如说，I don't like you，我永远不喜欢你。比如说，这个。这个 American 和英文，英语我们不用学这个。我想学英语的，怎么说？我在学英语。I'm learning English. 对，我在。我想学。美语。I want to learn，我想学美语，就不加哑了。对，美语，那就是 I want to learn American language。American English，American 他们 American。没有 language，他们没有语言，他们只。American English。
哦，美国的英语啊，美语。美英是吗？你们教的美英，嗯，对。会不会说美语？我想学美语，应该会，我们一般就是会说我想学美式发音，我想学美语，可能也有吧。美语就是美国的语。比如说我说啊，我想学美语，他们听一听就不懂是吗？应该能听懂，美语就是美国的语言。因为平时你们不会说美语是吗？然后如果听到美语，那你就问美语你是啥意思？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吧。像他们这种学英语的人，应该会知道你说的这个美语，就是这种美式的英语，对吧？美式的发音这种，对，因为我刚才我可能没反应过来。对，一般就是英语或者是英式发音、美式发音。对，其实美国人他不也是说英语嘛，对吧？只不过他们是美式发音，对吧？英音和美音，没事，翻译这个发音，是吗？对，这没事。对，美式发音，对，我想学美式发音，对，就是我想学美音，我想学英音，美音就是美式发音，英音就是英式发音，对，美音，应该说美语，应该也能听懂。啊，我想学美语。语写错了啊！对，第二，learn 啊，你要先学怎么听。你要现学怎么听？那能不能这么说？是佛，会不会这么你说？是说可以这么说，对，你要先学怎么听，那就是佛，你说。也可以这么说，你翻译吧。对，你要先学怎么听，可以这么说，你对，翻译吧。那是。You first, you should learn how to listen. Have to，How to 不哈，不 listen. 这个不是 how，不是 should，是 have to，have to listen. 不是，How? first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listen，不是 should learn，是 have to learn，是要，have 不是需要，你需要，你需要。应该是需要是吗？那可以，你需要和你要都行。对，你需要先学怎么听，或者你要先学怎么听，对。都可以。比如说你，比如说你要，这个你翻译吧。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listen first. Before you learn how to speak,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listen first. 你翻译吧。那个就是在你学怎么说之前，你应该对，在你学。在你或者是学，在你学，如何说，或者是怎么说之前，对，之前，你应该，对，你应该先学，如何听，或者是怎么听，怎么和如何应该都可以，
鲜血，嗯。怎么对，怎么听？听？听，对。在觉如何说之前在什么之前？对，before 就是之前，或者是当什么什么之前，在什么什么之前都可以，嗯。我学，在比如说，在我学英文前之前，嗯，我已经不对。我已经学会了中文。不是，我学走，就是怎么走，啊，对，可以。如何走，还是怎么走？在我学走之前，或者是在我学如何走之前，在我学如何走，之前我已经学英语了。这个，在我学如何走之前。怎么说？我已经，这样吧，就显得有点啰嗦，这样的，就是在我学走之前，我已经学英语了，但我是，已经学，这就没法体现这个 how to 了，是吧？这个可加可不对，加，那我就给它给括起来，对，给它括起来。对，我已经学怎么说英语，在我学如何走之前，可以。你翻译吧。那是 before I learn the how to work, I already learned how to speak English. 对，how to speak English，How 在 to speak English？speak，Speak，不是 speak，是 speak，speak，坏的 speak，哎呀，还有这个停，断是 P 是停 S P 还是 S B S？它是 sp。再来，sp，Speak, 然后你练这个 sp，speak，对，speak, speak，对了，没错，speak, 不是 speak，是 sp，speak，长一点 speak。长这个一，长一这个一，长一点。Speak, speak, speak, speak。Speak, 还没有。speak，回来我去练练，我练练。说，有没有？你们会不会这么说？在我学如何走之前，我已经学怎么说英语了，可以，可以。他或者他已经，因为比如说我孩子或者我女儿，比如说我们会不会说他已经学英语，在他学如何走之前，就是把这个放在后面。
还是这个句，这句话放在后面这可样以。说，这样说可以，然后也可以说，他已经学，我想想，他已经学英语了。在他学如何走之前，这个我感觉放前面放后面都行。因为，那么，但是常说是这个什么？他已经学，我想想，他已经学怎么说英语了。当他在他学，对，常说的是这种，对，在他学如何走之前，对，他已经学怎么说英语了。但是，美国人他们常说是把这个在他学如何走之前放在后面，后面哦，把这个他们要就是放。把这个句号放在后面，所以我们要翻译的话要 before she learned how to speak English before she even learned how to walk before she learned how to walk 这么这个。他们也可以说，before she learned how to walk, she already learned how to speak English。把这个 already 已经加这个 already 那就行，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他平时讲，是说这个做什就么是事先把情放这在个后面，放在前面，就是。颠倒位置，这样，啊，love 这是很常用了。喂，谁呀？怎么样？喂，你是谁？喂，哪位？是吗？对。你哪位？你哪位？是吗？你哪位？不是，您哪位？喂，你哪位？那不能是 Who are you 吧？Who are you？也可以这么说，你是谁？但是会编成，喂，你是谁？感觉没有礼貌。不太礼貌，对，是吧？他们会这 Who's this？Who are you？Who are you？你是谁？Who's this？Who is？Who's this？Hello, who's this? 喂，你哪位？您哪位？喂？Who is this? Who's this? 喂，我是小飞。我是阿飞。比如说，能不能这么说？你接可电以，话，你接电话。喂，我是阿飞，或者阿飞在听，是吗？什么说？那就是阿飞吗？不对是，吧？这样问，我给你，您说，你给我打电话，我接电我，话，喂，我是阿飞，对，这样就这样说，那怎么翻译？喂，I am 阿飞。非我的名字，非，This is 阿飞，是 this 不？is 阿飞，或者说，Hello, this is 非，或者非 speaking。我的名字，he Fee speaking。speaking，This is Fee speaking。小明，你是小明是吗？对，小明你真的名那就字，是你真的名字还是不是？假的，那是有我的名字，里面有我的名字，李，我确实是姓李，但是我也有"明"这个字，但是我还有一个字，我是三个字的名字，我没用真的，李是吧？对，我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如可果以，你我给你，你叫什么？我叫李明娟。明，对，第二个，然后娟，
是娟秀的娟，一个女，娟 JJJ，这个，第二个是吗？姬乌安娟，我看对这个，李明娟，我加一点，对。明娟，因为。因为我跟那个学生说话，你觉得你介绍的学生，然后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哦，呵，然后李老师，我就只叫你李老师要说等等等等，对，那你感觉那个小孩行吗？行，他还行，他的发是音吧？还好。是吧？人家也是外国语学院的了，也是外国语大学但的是了。我是说他，普通话，普通话啊，对。是，然后我跟他说，李老师跟我说，会不会说我是李明轩？对，会，你翻译吧。那就是，喂。This is 李明娟 speaking。对，这个是啊，或者没不加，this is，不加这些再来不加 this is，你可以就说 this is 李明娟，李明娟或者李明娟说话 speaking，有这样。两个是吗？this is 李明娟或者说李明娟 speaking。你再来一遍。那就是，喂，This is 李明娟。喂，李明娟 speaking。对，speaking，你这个 speaking 还是有点不太，你要不要上回 家？speaking，speaking，speaking，speaking。对，speaking。我回去再练练。我们下，等下一句，然后我们结束。你这个 way 是不是写错了？这个 way，对，第二个，喂。对他这个呢，就是有的人呢，就是会喂谁呀？就是对，有的人呢，就是喂。但是用二声的时候，这个多就是喂多，对，喂，但是如果对，比我如说喂也可以是吗？对，也可喂，我以。是小明，他，比如说。对他这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我问你的时候，问句的时候，我用喂，比如说喂，你是谁呀？然后你就可以用喂。喂，我是阿飞。喂，我是李明娟。对对，是这样。对，这个好啊，喂，我是对，喂，或者我。喂，阿飞在吗？飞是我的名字。那是is 阿飞 speaking 是吗？There is he there？在不在？是吧？哦，there。你来电话是吗？然后你问我，喂？没有喂，没有，因为他
比如说，喂，你是谁啊？喂，我是李明娟，阿飞在吗？是吗？是吗？哦，那就是说这个喂，李明娟 speaking，然后说这个 is 阿飞 there。对对对对对，哦，这样，李，不是，我是喂，我是，比如说你来电话，然后，我老婆接电话，是吗？我对，老婆喂，你呀喂，阿飞在吗？我认识哦，了，已经认识了。哦，哦，已经认识了，那我就直接说，喂，is 阿飞 there？There，哦，there，there，there，对，你的舌头，there，嗯，there，there，对，对对，就是这样，啊，啊，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吧，嗯，再见，好，再见。